哎，嘉欣，嘉欣，喂，安森，我看嘉欣今天气色不太好，要不然把那会议都取消了吧？不是啊，他今天在公司昏倒了。你说什么？难得的假期，你好好享受。那你快回去收拾东西吧，看看还什么要带的别忘了。你先别说爱我，还先别为我心动，不管童话什么结果。你没事吧？都该有个深刻的开头，至少有一份默契，你总会找到我，只有你懂过没起手，命中注定过不会多。我会享受时间给的那些错过，我没失去过你，怎么懂得珍惜，第几分钟就觉得像天长地久，茫茫人海只看见你，饱满的爱一个你就够。爱能不能一呼唤就来，爱看我们多少能耐。咱们晚上呢找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一块吃晚饭好不好？嘉欣，走了。稍等我一下。哎，你来看看这个，这一条怎么样？哎，嘉欣，嘉欣，喂，我到机场了。好，我明天跟团里请了假，到时候开车来接你，然后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好好陪你。这回你可别说我没把你放在第一位啊。See you.哎，易总。喂，安森，我看嘉欣今天气色不太好，要不然把那会议都取消了吧？不是啊，他今天在公司昏倒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刚刚近视出来，也做了抽血检查，现在送往病房的路上。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清楚。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。这别呀、啊！你不是还得飞欧洲的吗？这儿有我呢。你别忘了，这个机会是你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，你就不怕让安娜多想吗？人家不是一直在等着你呢吗？病人家属。陈嘉欣的家属呢？过来办手续。我不跟你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喂，喂。嘉欣，嘉欣，奶奶。哎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医院。哎呀。醒了，那醒了咱们就可以办出院了。哎，医生说了，你就是要注意点饮食。待会儿姑姑就去给你买个大牛排，咱们好好补补蛋白质啊。哎呦，你刚才这个样子，奶奶急得都差点晕过去了。奶奶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儿。我今天还要上亲子课呢。哎呦，你都这样了，还上什么亲子课呀？来，电话给我，我帮你打电话请假。哎，奶奶。今天真的课程很重要，我必须要去的。可是你，奶奶，要不我陪嘉欣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零到三个月的宝宝脚会呈蛙形状，这个脚呢不能包得太紧，避免影响宝宝的髋关节发育。像这样，这一块。完成。不错不错嘛，这位宝爸很优秀嘛。老师，他不是。没事，不好意思，孩子有爸爸。
我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西翊，你不是去巴黎了吗？机票出了点问题，专心上课。来，接下来我怎么包？啊，好，这个脚呢不能包得太紧，对，像这样。嘉欣，既然你老公来了，那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走了。谢谢你。不过嘉欣啊，他真的对待宝宝很用心。喂，谁允许你跟我老婆这么说话的？走了。你别多想了。他刚才只是想说，我根本不在意他说什么，他打扰给小西米弄被子，打扰我。知道你在飞机上，还有十多个小时才能收到我发的微信。但越是知道马上就要见面，就越觉得时间过得好慢。想你。我没有上飞机。Sorry。为什么？不想知道，对你来说什么比我更重要？安娜，别提他。陈嘉欣，你听好了，该做的我都会为你做，但就这一年，就这一年。我知道。